们好，我是花瓶，我是小熊，今天我们一起来制作液态玻璃，那我们出发喽。小熊，你这个宝箱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是一种神奇小珠子，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哇哦，这些小珠子能做出液态玻璃吗？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加入刚烧开的热水，小心不要烫到手哦。哇，我们看它慢慢变得透明了，它变成了一个棒棒糖，那看起来好像钻石哦。像这样子变成了透明的就可以拿出来啦。呀，把它拔出来，我们看一下像不像液态玻璃。哇，是不是超级像的，好软啊，好软也很烫，看起来整个就像液态玻璃。花田，它能不能捏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呢？我们来试一下。哇哦，还是可以的，就是有点小声。给你一盒闪粉，我们试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哇哦，闪粉已经放在了中间，好像变得好硬哦。这款无硼砂的液态玻璃已经硬到小熊连使出吃奶的力气都拉不动它了，不过没有关系，还是有办法拯救的，只要它变硬呢，我们就把它放回水里面泡一泡，一会又可以拿出来玩啦。